常的工业机器人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只有六个轴，然后包括协作机器人也是只有六个轴，它可能它的一些抓取啊会比较局限，但是智能仿生手的话，它是仿生我们人手的，所以说它是我们人手的各个关节它都有，我们人手可以完成的操作它都可以完成。